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eriCantonese91。我好久没讲国语哦，所以我现在在台湾用这个机会讲国语。我国语不太好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听得懂我讲什么。现在我讲国语有点紧张，虽然我在台湾有很多机会练习国语，但是每次讲都会有一点紧张。啊，我很爱台湾，我在台北最喜欢这里。这里是西门町，我常常来这里看表演、拍照、吃东西。这里最好哦。我差不多要回美国，想到要回美国，真的不开心。我很讨厌美国，因为我觉得美国好贵，然后很多人都有枪，所以觉得好危险。我只是觉得，在美国我每天都要辛苦，但是。不能逃避，只可能面对。这是我第四次来台湾，每次来都好开心。我会再来哦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机会来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再来哦。其实我在台湾很多地方没去过哎，我还没去过花莲、台南，还有垦丁。我刚从九份回来台湾，九份不是回来台湾，回来台北。哎呀，我国语不行哦，很正常。我十八岁才学国语耶。我说我刚刚从九份回到台北，九份真的很好，好美耶。所以有机会想再去多一点拍照耶。我不想离开台湾，我很爱台湾。我们会再见哦，对啊，我希望我下次来台湾，我国语会比较好一点。我回到美国会好好多点学习国语，可以希望可以多点认识台湾朋友，可以跟他们练习一下哦。好了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想不到话题哦。All right, you heard me speak Mandarin. Happy?My Mandarin sucks.